道奇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任务，要带小朋友去露营。先准备好蛋糕，把行李箱、蛋糕放到车后尾箱。道奇来接小朋友了，鳄鱼海皮、小猫伊尼、西皮兔、淘气猴，大家坐上车，出发去露营了。拿来收音机，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跳舞。小鸡也来了，开始准备露营的东西吧。小猫伊尼来荡秋千，淘气猴和西皮兔来玩跷跷板，道奇来准备食物，把杯子蛋糕摆放好。还准备了茶水，大家可以围过来吃东西了。